好，谢谢。那我们马上欢迎蔡依林。这一次呢，获得了我们总共四个奖项，包括了专辑当中的《怪美》的，获得了 HITO 年度十大华语歌曲、HITO 女歌手，还有以《Ugly Beauty》获得了 HITO 冠军王。最后就是由听众票选出了2018年度百首冠军单曲，叫做《怪美》的。好，看一下中间前方，谢谢。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左手边。好，很快的扫完一轮，左手边，谢谢。好，看一下中间前方，最后，好，都扫完了吗？好，谢谢媒体朋友，谢谢。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我们收一下讲桌，然后顺便拿一下麦克风，请我们九零蔡依林先和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们先打声招呼。嗨，大家好，辛苦了，等到我那么晚。哎呀，这个九零蔡依林真的是非常谢谢你，因为今天我们在这个 HITO 流行音乐奖最后看到的表演非常的精彩，谢谢，觉得好激动。那可以看到吗？真的，你可以想想，我就是哇，就想说为什么我在后台，因为如果在前台的话就可以看得到。那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因为其实这次拿了四个奖项，也是哇，算是我们这次 HITO 流行音乐奖当中是最多的了。谢谢，可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你的得奖感言。我其实最惊讶的还是百大单曲，由这个 Hit FM 听众票选出来，对，在去年2018年度，对，这个是我一直非常很觉得很惊人的力量，因为有这么多好听的歌曲，然后他还可以站在前面拿到这个奖，我的确非常感谢所有的歌迷，而且是在年底的时候才发，然后还可以留在大家2018的印象当中，我觉得非常荣幸。嗯，对，冲到第一名哎，最后这样说还是真的是年底发，短短的时间之内冲到第一名，对，是不是很不可思议？当然也要谢谢蔡依林呢，带来这么棒的音乐，谢谢。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，而且这一次《Ugly Beauty》专辑一推出以后，让最多人觉得不可思议，就是每一首歌都不一样，然后都好像就是蔡依林一个全新崭新的，就如同这个焦哥说的，他说现在已经不是只有天后，他完全就是全能的一个表演艺人了。真的是更上一层楼。那其实今天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也很多，我们先把时间留给我们的媒体朋友发问好了，谢谢。对，那个有点感冒。辛苦了，感冒的时候都还可以这个撑住全场，让我们的最后的这个。怎么了吗？觉得我声音怪怪的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咳嗽是因为在那个干冰吧。但我比较是那个暗瞎，对，鼻子鼻音有点重，对。我只是为收假而热身，因为我今年呢，其实就是想要边工作边放假，边工作边放假，所以有时候都要调整一下。有时候回来拍舞的时候，会有一点需要熟悉一下，这样子。对。我非常非常喜欢，我非常推荐大家去那个南美洲。如果需要那个代言的话，我可以去。我非常喜欢那个大自然的魅力，是在大都市长大的我，就是觉得很震撼的。我们还没有确定，然后的确有收到邀约这样子。你想看我表演吗？好，马上就答应。对啊，对，他，对，就是我，不知道，
也充满着那种母爱。对，我很喜欢那个，比如说打开社交媒体，就先看到动物，然后我就会心情很开心这样子。对，猫狗都很喜欢。全德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对，如果全德我就请大家吃饭。我当然还是希望专辑啦，专辑可以受到肯定这样子。嗯，还没耶。我如果不穿性感，你们会失望吗？好难取悦。我还没有决定，对，我看心情这样子。嗯。OK， 好，那其实这一次呢，我们特别谢谢这个九零蔡依林啊，获得我们的这个 Hito 女歌手。那我们现在呢 ，Hito 男歌手呢，目前也已经在后台，我不知道，应该可以请两位一起来合张照，因为我们 Hito 男女歌手今天是李荣浩还有这个蔡依林，那今天呢也特别拿着这个讲座，让我们的媒体朋友们来捕捉一下照片。好，欢迎李荣浩，欢迎，然后也请这个九零拿一个讲座，这是我们的 Hito 男女歌手。好，请两位视线一致看一下中间前方，谢谢。好，中间前方完后再帮我们两位视线一致右手边，谢谢。好，最右边这边，谢谢。好，再麻烦回到我们中间前方，我们中间前方的媒体朋友们稍微多一些些。好，两位视线一致中间，谢谢。好，最后请帮我们看一下左手边，我们左手边还没有拍到，所以两位视线一致左手边，谢谢。好，那我拍到了吗？再一次谢谢九零，谢谢蔡依林，这次我们的 Hito 女歌手当然也拿下了总共4座讲座，谢谢，让我们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一下讲座，谢谢九零。然后我们也请这个李荣浩留步为我们这个拿下3个讲座，这一次呢他特别也以耳朵专辑呢获得了。